Hello， 大家好，我是皮特方，好久不见了，各位，来吧，我们今天竟然有新的卡片了。所以呢，我想来看一下那张新卡片到底会长什么样子。那张卡片呢，很像是所有东西都可以给他拿到。那这样的话呢，我就把解封的东西全部给他解封咯。只不过我的等级也要够高才可以啦。所以我就把女王给他选出来，然后我们打这个深渊，那我画面就不要颠倒了。感觉颠倒下去好像会有一点危险。血战的话我也就可以。血战好像可以，那秘能也不太，秘能是一定要的啦。血战金币加成好像不太需要，不过没关系，我们还是给他开上去。那我们就来给他看看吧，因为我要的就是这张卡片，源自未来。升级时呢，可以获得列表中的其中一个物品，所以换句话说，我可以拿到一大堆的糖果盒，拿到一大堆的球橱。那只有这个东西，是不是我等级就可以？不是。我的东西就可以无限的上升好啦，这个东西再说。那其他东西呢，我不知道，反正等一下再看有什么机会吧。等一下可能会拿这个月光波莱罗吧，可是我要这个宝物干什么呢？好啦，再说，那我们就走咯。那活得下去吗？我们王冠还是先选一下哦，所以我还是可以选这种卡片嘛，对不对？但是我要在这里活下去的话，生成一个魔王宝藏偶尔会有随机被动，还是我要选择老样子呢？至少我在一开始的时候我的伤害还够，应该是扛得住的吧。如果我没有选这个的话，一开始伤害可能会不是很够用有点难抉择那这个的话他会额外给我卡片，好吧，先选这个好了。选这个的话卡片会更多，只不过我要活下去才可以。等等，女王是可以这样子的，是不是？我已经有点忘记女王这个角色了。那我这边不用发动两次，这个的话也不需要。既然还有机会的话，那我就把这张给拿起来。好，该选什么？反正我们等一下都可以全部选到吧，对不对？所以其实应该不用在意这么多才对，对不对？这个里面是不用的。好，我们就来看看这张卡片到底会怎么样吧。我不知道我的鼻音好了没，就觉得好像还是有。但是我身体状况好一些了，好一些了。所以刚刚那个是卡片给的怪物嘛，对不对？可是这个不能加速其实蛮痛苦的。然后他直接给我，哇，那我觉得我应该先选对啊，我觉得我应该先选，所以我其实也不用在乎这场上的任何东西了，对不对？所有场上的东西我都不用去管，对吧？啊，等一下就知道，等一下就知道。对，我以这个方式的角度去玩这个游戏。反正我只要等级继续升上去就对了。我都选女王出来了，很久没有拿女王了，你知道吗？魔盒不用了，空白蜘蛛，反正我们等一下全部都会给他选上去。军灵剑再高一些，军灵剑再高一些。其实我甚至都忘记军灵剑它的能力是什么了。好，那我们的这个的话是要魔盒升到满才可以进化，所以我先把魔盒选起来好了。我刚刚有稍微查了一下，不然的话我早就已经忘记军灵剑是要磨合的。磨合勒，我应该是没有变掉才对吧。没有没有，有那么衰吗？反正我们100多次的机会一定会成功吧。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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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那就没事了。我们等一下可以进化好，然后该拿也拿到，其实也不一定要急着啦，只不过就觉得想赶快给他上去就对了。20伤害也有了，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去打 BOSS 一下？我这边每升一级是不是就会获得那一堆东西？有金钱狂热，又来一个宝箱。对啦，每一分钟也是一个宝箱，不过这一分钟的宝箱我要的只是他的卡片，可是他也不一定会一开始就给我。又还有，反正就升满就对了。白色的话只是进化嘛，对不对？不急不急，其实也没什么好急的。22魔盒，好，我今天直接去吃一吃好了。反正少升一个等级也是一个等级。那我这边就不选那个生命扫描，不对，到后面应该也会出来吧。我不知道这边黄色小人会不会出反正你给我，现在23等，
好像也还没有很多。空白之书，经验值。那这个掉下来的陨石也是包含在我升级的东西范围内，对不对？那那个好亏哦、喔，妈，这有够烂呢！我要的不是这些。我想看他宝石那个什么，那个卡片有没有办法给我全给而已。君临剑，有哎、欸、有哎、欸、有哎、欸，有一个宝箱，去一下，少升一等是一等，又一个持续时间，反正这些都不重要，我就当做他已经全部会给我的方式去玩这个游戏，磨合。其实硬要的话，骷髅头也可以去吃一下。哇，好多东西哦！啊，吃一下，吃。都把女王带出来了。四。现在四十等。场上也没有很多，这边还有一个防御的，所以理论上我应该可以全部东西都吃到，对不对？说要把所有东西全部吃到的这个修改，都还没有修改过，终究还是来了，终究还是给你了。哇，这个火焰的伤害有够高哎！原本想说不要选翻转，但现在想想翻转啊、无尽啊，好像都可以选出来。然后是宝箱哦，直接给我了，不错不错，拿到一个黑色的宝箱。可是这个东西是另外一张卡片给我的，不是那个未来那个，未来那个才是。反正就继续捡，继续继续继续。啊，这边我也都吃一吃啊，柳叶刀、箭头，全部全部，不管不管。全部给他下去啊 ！Sigma 也拿到了，好了，该有都有了，然后把这几只烧一烧，应该就没有问题了。金蛋也都拿到了，哎、欸，这边还有宝箱，银宝箱纯粹给我能力而已。箭头。其实这个时候画面应该已经乱掉了，我还没有拿到额外多的武器。哎、欸，有哎、欸，有哎、欸，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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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那个礼物盒了。好啦，那我们这边我就从第一个开始选好了。金戒，那我要选谁？啊，不对啊，生命扫描仪啊。那这样有他有办法给我啊？我要拿到那个球厨，反正就那个盒子，可那个盒子有办法让我领到那个小人吗？哎、欸，那我把场上的东西也选一选好，然后这边有个黑色的宝箱，它是会随机给我一个东西，对不对？随机给啊 ，shit， 啊啊痛！随机的宝箱，我必须要等我东西满了再吃，不然这样子好亏哦，真的超亏。等一下哦，我偷瞄一下我自己的东西。对啊，我要等我的东西再吃才对，不然的话，你看我刚刚好不容易拿到一个黑色宝箱，结果就这样，好。别动，负五宝箱啊！对，负五箱，负五箱。哇，我迷路了，卡住了。哎、欸，不是不是，靠北！我想说，我走去哪里了？好，有了有了有了，出来了出来生命，全吃哦，全吃哦。
哦，刚刚等级升了，结果什么都没给，对吧？也不是什么都没给，他给蛮多的，但要出现其他东西的几率好像真的不高。再开学院徽章，银色宝箱的话是纯粹的进化箱，所以我们就不用管，我把它升满好了。然后又有卡片，我还是可以选这里的卡片，所以这里的卡片还有很多更新可以慢慢更新，对不对？那这个先不选，这个也先不选。那这个回血的话，失去生命时会爆炸，爆炸会根据生命值回复总量磁铁而有所提高，爆炸范围则会根据，所以我要损血才可以。那这个东西会触发的原因是因为我的爆炸伤害会根据这个，可是我应该还是会损失血量吗？等一下，我再看一下这有什么，反正我都手动选的嘛，对不对？应该不用在乎了。那这个是纯粹的增加我的伤害，好像也还好。然后我的治疗量更多，没有。治疗效果加倍，再配上那张卡片就可以变得更强，好吧，蛮奇怪的，好吧，先增加我的伤害吧，把它顶上去。我也希望卡片可以全选啊。然后我刚刚升级了一堆，好像什么都没有，武器装备都升满了。好，先上一下，会有超吗？直接给我，好，我们这次就全选哦。二阶超级糖果盒啊，我应该选啊，这样我就可以啊。你早说嘛，那我就直接拿这个就好了。我拿前面那个干嘛呢？来，超自然扫描，他直接把我取代掉哎！啊，这个游戏真的是不能两个武器同时存在，这个游戏还是有一个限制在，对吧？除了那个雷神以外，都会有这个限制。就好，我这边等级再升，钱再跳。等级升得越快，东西跳得越多。可是我的速度有冷却，还是有给他上去，还不错。六阶，难怪有人说好像不需要再选第一张卡片了，只要前面能够活下去就好了。啊、这边有一坨，这东西有点多到舍不得。军令剑好，这边随机随便了，不管了。这边不是有一堆东西才对吗？有了，在这里，在这里。放飞自我了，就随便了，反正什么平衡的那些都不存在。对，然后这个是我刚选到卡片箱嘛，所以我又可以再选一张卡片。那照这个情况，我先不选范围好了。老实说，这几个诈骗，对，不是照这个卡片好像还好。好吧，四季卡先给它选上来，让怪物也强一点点。然后我们东西都升满了，我现在要的是。刚刚那个是副武箱吗？还是银箱？怎么会什么都没有呢？然后还是没有球厨球鱼啊，上去把那个东西选一选，走吧走吧。六分半。我有点忘记那个 combo 是什么东西，好像是主线任务的其中一个东西，然后解完之后我就真的有去刻意 K 了它。好，选你啊。 boss 死了吗？还没。4 5 6 OK 7 8，不愧是 boss， 这个血量很厚啊。这边有一个宝箱，这个是一般宝箱。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下面有那个了。然后我们有一个超五出来了，下面有一个箱子，下面有一个箱子。等我全部选好了，我就再也不动。这里又有一个箱子哦，太赞了，太赞了！哈，只有这些东西而已哦。它的，所以我是不是要先用这个东西把它全部选完？先用球雨把它全部选完，然后再选黑色宝箱，看看黑色宝箱会不会给我更不一样的东西。啊，真的只有这样子而已吗？我还以为可以完完全全的全部解放。
应该不止这些吧？还是说真的就只有这些？已经都看完了啊？黄色小人那些都不算是不是？发现武器盛典，怎么发现这个东西的？完了，现在东西乱到我已经不知道发什么事情了。这个是银宝箱嘛？我先把它升满再说。就旁边还有东西吗？哎、欸，还有、欸，还有、欸，还有、欸。哎、欸，这边还有一个这个糖果盒，我要选什么？我选了，我尝试看看好了。假设我今天如果选科学尖嘴猴腮，我有没有办法在这个箱子里面选到我要的东西？等他一下。哎、欸，尖嘴猴腮选不到哎、欸，不给，所以小人在这里是选不到的。然后又 OK， 好，升上去，我去下拿下面那个东西。反正我的装备，我的武器还可以继续拿嘛，对不对？坏了啦，这游戏。我刚刚没吃到，不过没关系，我先下去捡一下。他也不会跟你讲箱子的颜色、欸，那其实有点危险。我是不是等级还在升啊？七、八、九、五，好，全部升满。那个箱子在哪里？有了，外观好。我还可以再多拿一个武器吗？在没有任何修改的情况下，上面有两个包，这边有东西吗？看起来好像有，但我看不太出来。这到底是三小？黑色的，我能吃吗？我吃一下。哎、欸，不行哎、欸，感觉它应该是确实是黑色的，没错吧？这个是银色的，坏了坏了，真的坏了！我还有东西可以拿。又一个，哎呦，哼，哎呦，那、啊、你都给我了，那我就直接来拿了。哎、啊，我要什么？其实要什么都一样。那就给我这个吧。这个的话还可以让我的经验值变更多嘛，对不对？至少是有除了伤害以外有能力的。下面还有两个礼物盒，好忙好忙。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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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武器要不一样了，我们的 CD 现在88太长了啦。我应该不用躲了吧，反正躲到哪里应该都一样。太欢乐了，等一下。画面也太黑了。欸，这边还有个宝箱，宝箱没东西。糖果盒，好啦，随便选。而且我也没有那个可以进化嘛，所以我们 DLC 的部分基本上都没得选，对不对？除了旧早期的 DLC 还可以选。那我还能选什么？越过夜那个我不是很想选，我还可以再选五芒星，不过它就不能进化，那就好，那就乱一点吧。神鞭，出得去吗？我刚刚不是看到这里还有很多东西可以选吗？东西在哪里？这里有宝箱啊，我应该等级满再吃的，这样可以进化，反正也不用啊，等一下宝箱会一大堆，没有规则，你知道吗？这没有规则。圣水好，规则在哪？什么是规则？完全不重要了。圣水，五六七八，好，然后我们要超五，哦，先给我神鞭，好，神鞭有看到画面，哎，龙卷风出去了，有东西可选吗？也看不到，这边是不是有一个东西啊？太黑了啦！哎、欸，有有有，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而且我刚好又有 Sigma 的关系，导致我的伤害又会有一段无敌时间，又捡不到东西。然后有圣水有了，哎、欸，有一个箱子、欸，有一个箱子在这里，我看一下，在这里，在这里，好，别动，别动。有吗？太黑了啦，还是有东西要吸过来了。
有，这个时候黑箱又有，还是刚刚我其实拿到的都不是黑箱。这边又有一个东西要吃，确定一下。哎呦，我吃掉了，这个箱子还没吃掉，在这里，在这里，在这个，就在这个位置，就在这个位置。滑鼠在转圈，我有点怕。好，有，不是啊，应该在这里才对啊。哎，我吃掉，有糖果盒。再来硬恒石。我到底在干嘛？这边又有一个东西，这是什么？这是一般宝箱。这边。5、6、7、8，好。其实不懂的人可能会觉得这个直播主到底在玩什么。国王圣经，那个黑色的涂层太高了吧，完全盖不掉它。这里有一个那个球雨啊，可是我好像没办法拿。5、6、7、8，对啊，我觉得我应该已经碰到了、啊，要值太多东西了吧？这边也有啊。有，所以我刚刚是真的没选到。番茄，2、4，剩满了吗？这边有个宝箱，才9分钟而已，我已经花了多少时间在升级了？吃完又一个，这个叫什么？爆裂。其实老实说，这样比起来好像还是不如当武器，对吧？它就只是让你画面。你也不用调整，你也不用修改了，对，修改什么的都没必要，完全看不到任何东西。东西你在哪里？这边还有个银宝箱，十几万只，又有宝箱，然后进化，所以没有意外的话，我应该还有机会拿到礼物盒。其实我拿了那两张翻转卡片之后，好像有一点奇怪，就有点太多了。又一个红色的。要选谁？好，选这个，随便啦，无所谓了。BOSS 应该觉得害怕，所以我如果继续捡这个银色宝箱的话，就早晚会捡到更多武器，是不是？我现在捡到两行了，还有没有机会再给我一行？这个游戏还可以再逼出更多东西就对了。黑掉了，127，我也看不到自己的能力长什么样子了。上面是不是有东西啊？反正我每升一等，又会有一堆东西。就某方面而言，这是一种全新的混乱程度。好吃。可是我捡不到中间那个东西，这实在太黑了。这边还有个礼物，礼物在这附近，可是我看不到。它在这里，在这里，我看到，就这个位置。你这黑暗可不可以先不要出来了？礼物应该在这里吧？哎呦，我看到这个位置，我真的要刚好才可以。闪电戒指，好，闪电戒指。这边右边还有一个东西，小宝箱。而且我又刚好隐身哦，我连吃个东西都这么难，这绝对不是你的萤幕坏掉了，绝对不是。然后宝箱又有，直接给我升三个闪电戒指。好，原本想说还要玩到极限，但好像也没什么好玩到极限的，对，就也不需要到极致嘛，老实说，对吧？因为怎么玩应该差不多都是这副德性的，不管什么角色，对，应该就是这样子。我东西还可以再多，真的假的？还没到底吗？那我觉得我如果要玩的话，应该选那个图，那个小骰人那个图才对，除非还可以再更多。而且如果我选那些魂斗罗 DLC 的东西，是不是我可以再更高的进化？
就是我可以再拿到那个宝物箱，对不对？啊，其实第一版的 DLC 我应该也可以选啊。现在这画面是怎样？啊，现在是理论上这里有一堆东西啊。这里29万15分钟14万只100多万元，也不用担心那个钱不见了，对吧？然后我等级还在升，然后我的那个生命扫描也还在冲，某方面而言，这已经是这个游戏的最终形态了。它还能再，哇，可以呢 ，mini 内鬼，哇，有哎、欸，还可以选到哎、欸。这边是不是有一个箱子啊？啊，对对对，别动别动别动。其实一开始还觉得画面会很乱，其实好像也还好。四叶草好，我现在不用在乎什么角色需要什么能力了，对。这边还有一个可以在这个位置等他一下。理论上这个时候是不是连死神都会死啊？因为我的啊，不对不对不对，因为我早晚会把东西吃光。除非我要吃的很刻意，对，不然的话我早晚会把场上的回避给吃光。当场上的那个冰冻啊，把冰冻给吃光之后，应该就真的没东西了。哇，冲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时间。你跟我说这是游戏内容，我已经看不出来这是游戏了。来，还有什么啊？我们的尖嘴猴腮的那个超五。所以理论上，这里还有一个东西，应该在这个位置，应该在这个空间。然后这里有一堆钱袋，一堆什么东西的，不急，16万只。硬要说，我大概就两张卡片，那两张翻转卡，我的正面卡没有办法造成这个画面，对，都是翻转卡的锅。而且你说诅咒多少吗？其实我也完全看不到了。我只能看到复活次数现在有11次。这手机扛得住吗？如果你是手机玩家，可以在下面留言一下。这活得下去吗？这边有一个别急，好黑哦，还好这个画面有扩展，不然的话根本看不到外面的东西。没有没有没有，是我们的闪电超雷环。东西好像变少了。这一只 BOSS 扛了很久哦。反正我宝箱就吃。其实我也不知道说那两个卡片到底是谁对我来说比较重要。我原本想说还要记一下，现在看也不用记了。他还都这个样子了，还能再改版吗？可是如果你有看他 Steam 的那个介绍的话，你会发现他们的改版蓝图很大。对，这好像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他们如果是一个圈，他们这个很像只做了两个方向而已。对，他们还有很多方向可以去做改版，这还能改？都这个样子了，还能怎么改？你跟我说。有东西吗？没有。宝箱。目前有一点死局哦，卡死喽，没有再无限进化喽，而且那个黑暗越来越大坨喽，啊，这是什么怪？而且我这里还有圣水在打，这才是真正的第五关吧？就是原本第五关柱子里面不是都会把那个武器封印在里面吗？这大概就是类似的感觉吧。
然后也是升级到最后，你看他都会给你只给你钱袋，小钱袋，然后小钱袋搭配那个金钱狂热就会一直上去。这边还有两个宝箱，而且我不知道说我是吃了宝箱直接给钱还是怎么样，因为我也看不到特效，我只能吃了之后就离开。这超像杂讯，还有我还可以再拿，还是本来就可以拿了。其实我都是靠宝箱，可是宝箱也没那么多。哎，靠杯，哎我以为我在选卡片啊，我可以看，哎，没有，碰了就下去了。还有吗？还有吗？这边还有一个宝箱，下面这个位置，等他一下，别再把它吃掉了。黑暗，你不要再吞噬了。有，感觉应该是没东西，有东西的话应该会跳出来了。因为刚刚那一波升级下去，代表说我从 Sigma 的状态解放了。别急。我这要怎么截图啊？你跟我说，我大概只能截左边这边了吧？没了啦，太屌了啦，到底了啦，这是秘密通道啊，对不对？不是，让我下去吃的话，会吃到一大堆的那个、哦，反走过必留下。一堆东西，金蛋，然后这边就是吃金蛋的地方。这角色现在吃金蛋也不会影响嘛，是下一局的事情，而且也可以把金蛋关掉，所以其实也没差啊。这个宝箱，我现在是在场外的，对不对？好，这边吃掉了，来来来，回去回去回去，不要在这里影响我，我还是不喜欢卡住。虽然说我不喜欢卡住，但我也不知道我在哪里，根本已经看不到角色了。22万只，下面有个宝箱，我的移动速度也有点越来越快了，我快要控制不了自己了。快要停不下来了啊！感觉应该是吃到了吧？哎，吃到了，吃到了，但宝箱没有东西。我怎么觉得主角才是这个世界的 BOSS， 然后所有怪物都是来拯救他的，但是主角体内的那个能量实在是太强了，所到之处生灵涂炭。没有任何生命可以活得下去，我的血量现在2000多，而且也不是靠着那些卡片搞出来的。欸，其实最终卡片还是只有5张啊，所以不会因为我有多了那几张卡片，所以可以选更多张。对对对，女皇本身就5张，然后其他角色3张，所以其实还好，不会有变。我也不会因为选到那个宝箱卡片而选到更多卡片。下面还有一个宝箱，走走走走走走走。这个是什么颜色啊？反正就在他身上吧，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点点的光明。然后吃没东西，3000。这边下面有两个宝箱，别动，这边应该吃掉。这边是不是还有？没有。900多，我们等下等级还可以再爆一发哎！而且我也没有在管卡片，就是管那个什么东西吸过来的东西都没管，什么下面的经验值条我也不想管了，也不需要管了吧？哎，黑暗到极限。竟然呢是有一点点光明，原来黑暗到极限是这个样子的吗？我们的效果是311%，怎么活？
这边有宝箱吗？好像刚刚有看到一个。有有有，这里有一个。而且我现在一堆补血，感觉如果再吃一个补血生卡的话，应该会超强。而且是我的错觉吗？是因为我等级升很一等，现在900多等，所以它东西掉的很多吗？就那陨石的东西，不然之前才两三颗两三颗而已。对，你看旁边这个东西，在图层最上方的那个武器，981，这边有一个宝箱。吃没东西，是不是这附近还有一个宝箱？我已经看不到了，可以帮我开个洞吗？有有有，这里这里 ，BOSS 应该也不在乎了吧？我现在只期待那个最终的王，还有哦，哦，哎，哎，哎。我不是已经生命扫描仪了吗？还是说这是 bug？ 就是跟那个红枪混在一起之后，又跟 DLC 混在一起之后，所以导致的 bug。理论上，这个小黄人我应该是不能进化的才对，对吧？上面还有宝箱，有这个位置，就这里。1000，没有，没有东西。BOSS 出来了，但是 BOSS 走了。稍微的看一下我们现在，其实也还好。你看那个书的强度也没有到。输的范围也没有到很高，虽然说他有超五，但也还好。这感觉是，除非那个角色有什么特殊的能力在用的卡片，不然的话每个角色拿起来应该都变这副德行。对，而且他好像真的是有一个上限，你没有办法拿太多，你拿到再多，他大概就这个量，这是我这一次拿的量，也不知道是多还是少。这边有个宝箱，哇！哇！那个图，那个地图，感觉可以再认真一点点。我可以放大缩小，或是说我只看我想要看的，或是说我可以自动移动过去，根本就看不到啊！没有办法的啦，380万元，29万只，这个时候，其实我还是有在升级，有在升级那些武器。不过你看这样硬要讲的话，等级都不到100多，所以其实很亏，很烂。你看当最早最早的时候怎么样，动不动有200-300等，那个差距才开始出来。现在个别才100多等而已，其实还蛮烂的。所以你看这些东西其实都没有到完全坏掉，除了这个黑暗的东西有点烦以外，哇，这个会不会黑到最后那个光明反而会变得很亮，反而会变亮？哎，这里应该有个宝箱，但是我找不太到。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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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就算找到了，我也靠近不了了，太快了啦！有这个是应该是钱，失去了，真的失去了。等一下，我现在移动多少？500%，有吃掉。有一个很明显的声音，
伤害很高，但现在伤害多少我已经看不到了。冷却是-308%，还有意义吗？有一个宝箱在左边，右边啊，右边啊，有吗？这个位置，哦哦，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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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怕他闪退哦。5716块，糖果盒，我要选谁啊？法度五阵，这个东西很强啊，春阵啊，好了，法度五阵，好。这边还有一个宝箱，金钱狂热只会带来更多的金钱狂热。真的在卡了呢，等一下，伤害值先关起来。好，也没有多，也没有不卡的感觉，全黑了，全黑了。我已经看不到角色了，什么都没有了。可是等级我升的偏慢嘞，1300多等而已，没有很多了。你说这是其他的游戏我都信了，真的。原来我在玩吃饺子老虎机。我等级还在升，还在抢。我到底在玩什么？28分，1300多。哦，其实我等级啊，已经到了那个时间点了，是不是？28分，就是怪物出来都是红色的那个时候了。难怪我想说，为什么看不到我的经验值在跳了？已经到了最终形态了，是不是？等一下，死神应该会出来扛一下吧，我应该可以，应该可以冰住他一下下吧，蛮想看的。500多万，以前打一局要到这个钱，还要在那边省吃俭用，现在随便打就这样。还有东西吗？没有，1400、1400。然后我的钱还在飙，升级，而且升级的越快，东西又越多。人家宝箱确实好像有变少的感觉，40几万多，还可以吗？还有办法吗？最后8秒，5、4、3、2、1，好，死神嘞！好，停，我这个时候应该可以看那个了。应该这里只有一个伤害在跳而已吧？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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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就你啊，就你啊！这是什么东西？是有什么东西会在这里出现吗？我还在升级吗？这里还有经验值可以升，真的？只要还有经验值可以升，我可以把死神杀死。应该吧？看这个伤害量，还在升。死神现在在这里，反正他也动不了了。该不会玩不完吧？我们现在伤害一发10几万滴，是什么东西打到10几万我也不知道。可是，一等死神也不过就是65万滴嘛，对不对？哦，有点危险哦，有一点小危哦。哦，没有升级了，两只死神可以看得到他们的位置。哦，咬到我身上，可是我刚好这只角色本身也会无敌。刚刚那个怪物血量会这样砍的原因，也是因为它移动速度太快了，对不对？1700多，而且我打得太快了，它是负的推进，我越打它，它越靠近我，负击退啊，负击退。真的要把死神打死了吗？真的要打死了吗？而且我受伤了有受伤才会有血条跑出来，对不对？这感觉应该是打死。我只要打死一只就好。32分，我还在吃东西。这边还有一个宝箱，也没了。
其实我也没在动了，你知道吗？三只死神，啊，第三只在哪里？有一只在右上角，另外两只，啊，他们真的飘太快了。哦，这只已经没有冰他了，我都不动，还是因为东西太多了。好，我们这边挂一下好了，我有点舍不得离开这个页面。32分有3只嘛，所以等一下33分就有4只。啊，第4只还没出来，我经验值就卡在1776等。这卡片太扯了，我觉得刚好也是配女王的关系啊，女王伤害比较高。我还在吞东西，我现在滑鼠，我现在键盘是完全放开的情况，完全没有动。有没有想过这些东西其实是我之前吃的，然后只是还没有显示，因为卡住那个。感觉这个要再配那个吸收卡片，就会把所有东西都吸过来，不然这画面看得真痛苦，你知道吗？7万多，34分，理论上是5只。20几万元，他会不会最后出一个怪物就是数字怪，就是像这样子一坨方块的怪物？对啊，我都没在吃欸，我完全没有在动欸。啊，感觉还是杀不死，可是我已经不会被杀死了，因为感觉死神都在动了嘛，对不对？坏了，这游戏还可以继续坏。我刚刚还有升级，他升一级丢的东西是蛮多的，钱还在给我。啊，我知道会这样的原因是什么了，因为那个烟火吧，那个烟火也会给我钱，也会给我那些东西掉在旁边，也会有烛台，所以导致的，所以，然后我又有那个六芒星的超五，六芒星的超五也会给我，哎，太，只有一开始啊，那个经验值应该是那样给我的。如果是65万滴，然后我这边有1777等，这个血量是多少？我算一下，65万，1亿多吗？1.15×10^9啊，这已经是用科学技术法，我没有办法现在那么快翻译出来。36分钟，34000多只，哎，34万只。就是他杀不死我，我也杀不死他、欸。其实这某方面而言也是一种结局吧。我还没有玩过这种结局，挺感伤的。现在要杀死死神，要到这么高等，应该就真的只能靠那个柳叶刀啦，跟月桂叶比较快。这个我觉得我应该我早晚杀得死他，他们应该是杀不死我的才对，对。已经6分钟了嘛，我一滴血都没扣，我还以为我会因为场上的东西没有而逐渐死掉，但理论上应该是不会。所以如果真的要讲的话，如果我有无上限的时间，我应该是可以把东西都给他吃光了才对。你看我的宝箱还有在出，只要宝箱还在出，那个超级糖果盒就会出，超级糖果盒会出，是不是我就有机会把东西全部拿完？
欸，我现在有在移动，我只是想要去。欸，他也不会给我出宝箱的盒子。欸，有，还是有看到。哦，这个黑色的那个这么近，这么夸张。然后我的移动速度已经600多趴，对，而且我还有生命扫描也在加强。坏了坏了，我明明是在录影，但是我觉得有点感慨，不知道为什么。而且我已经吃不到那个东西了，完全吃不到了，连死神长什么样子都看不到了。我看有没有办法在这里开个洞。结束今天了，结束今天了。其实就是这两张卡片带给我们的夸张的程度吗？还说其实不用啊，根本不用这两张卡片。我只要有烟火啊，然后生命扫描仪啊，没有，我觉得还是要卡片的。我觉得是要卡片才能带给这么夸张的一个部分才对。坏了啦，真的是坏了，完完全全不会死了。你杀不死我，我也没很难很快速的把你杀死。对，但理论上我觉得你们应该是会死的才对。欸，理论上好啦，那我们就离开咯，退出咯。为什么没有一个记录呢？他其实都在记录，为什么我们这个时候不能看呢？有一点可惜。来，走吧，离开，看一下就好。这是什么数值？欸，其实我们现在只吃了五个这个，吃了七个糖果盒，吃了五个超级糖果盒，然后我们最终光金币吃了210000个，然后钱袋吃了12000个，烤鸡吃了9900多个、欸。光这个就吸了2400多个，坏了啦，真的是坏掉了。最终的伤害都是这个蛇夫宝珠的伤害，这个那么高。那其他的伤害的话，无双圣典，这个烟火的伤害也这么高。然后水还好，那个是 K， 对耶。那再来是君临剑，然后再来的话是魔蛇，法度武阵也没有想象中的高耶。然后雷环超低。黑乐谱也低，这个线也低，最低的是这个，这个本来就没伤害，所以还好。爆裂其实伤害也不错，比我们的这个冰的还好。我这个蛇夫宝珠跟这个差太多了吧，对吧？明明都是同一个时期的武器，但是他们秒伤，哎，这个时候就可以比较了。如果打久一点的话，其实就可以。好了，以上就是我们那两张卡片加下去之后，基本上游戏就已经坏掉了。所以如果这两只上去的话，我还能选什么？这个是重生数量。对啊，有哪一个角色可以这么香的吗？有无限成长的话，应该也只有像早期的角色才可以吧。像这种，欸，等级升一，欸，不是早期，双枪。突然间有一点安静，像这个吧，等级升一，力量提高一，投射物越快，持续时间延长，大概就这种东西会比较特别这样。好啦，今天影片就快到这里。如果你有什么想法的话，可以在下面留言一下。我是 PFI， 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了。3、2、1啊，拜拜。